井柏然、吴磊登台。你们有美好的愿望，是父母对我们最美好的祝愿吧。现在我们的三个专区进行自己的一个打卡选择，尽快上映。是的，男 PK。井柏然、吴磊登台，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因为有美好的寓意，美好的寓意也是父母对我，是父母对我们最美好的祝愿吧。欢迎两位。现在我们的三个专区进行自己的一个打卡选择，尽快上映。是的，男 PK。是的，男 PK 一点点。好的，期待你的流水线条。哇，兰迪今天是蓝色的眼影哦，好好看。迪哥，你看我这个角度，我太爱看美女了。还真是跟服装有。掌声有请黄晓明、李冰冰、黄渤、李宇春共同登台，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接下来我们有请李宇春，有请。来吧。那我就先来了。这个确实要感谢微博，然后能想出来这么多的名字来鼓励大家。好，李宇春准备好了，有请。叽叽棒棒，叽叽叽叽棒棒。让我们欢迎他们，欢迎。勇敢且敢爱敢恨的丁柳，从打工人中饰演的外柔内刚的许凌月也是备受期待，期待呢他们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今天四位装，今天四位装，小心小心。我们的女艺人确实非常不容易啊，这个裙子啊就是一旦穿过你就知道其实巨沉无比。美人迪丽热巴，有名和可以猜一猜啊，热巴今天到底选择的是 iPad 还是热巴？我们腾讯视频是凡都能演，都演得好。他凭借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，我忘记套毛衣了。向我们走来的是演员迪丽热巴，真美，让我们欢迎立体美人迪丽热巴。走过来，所有迷和可以猜一猜啊，热巴今天到底选择的是 iPad 还是 iPad？ 是的，热巴，我们腾讯视频是热巴走了，等一下啊，热巴走了。正义可爱的县主，也是西出玉门里的反派 boss， 孟子义正反都能演，都演得好。他是南昆戏曲里擅长政治的陆虎平。剧中的他身为武林，他的甜美跨越国界，
他主演的《且试天下》成为首部进入海外流媒体平台全球引导的国产，海外社交平台百万级别的粉丝量也彰显了他强大的号召力。内地影片环球赵露思，赵露思，谢谢大家，非常开心能够把国内优秀的作品带到海外去，是一件非常能感到荣耀的事情。我忘记脱毛衣了。上台领取荣誉。他凭借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，极具个人魅力的演绎。看出来了。哦，没事，我以为这是设计。这人好狠的心啊，直接说拜拜呀，一点挽留都没有。哎，还没走呢。嗯，真的是。啊，我快干饿了。哎，好困啊！我去，好困。哇哦！这人好狠的心啊，直接说拜拜呀，一点挽留都没有。哎，这个巴掌就是这样，就是你要有一个，就是你家里有条件的可以吊个威亚，然后就这样转转转。哎，用这个来就是，哎，挺好。你为什么要拜拜呀？我还没走呢。嗯，真的是。拍打手部，拍打腿部，这个打筋这里，哦。哦，哎呀，这好疼啊！是我身体有问题吗？呜呼，它就是跟搓澡一样，就是你一边抓着一个这样，这样给自己按就好了。哎呀，怎么讲呢？我觉得手臂有点痛。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搓澡。我怎么感觉我像在这个卖这些东西似的？我还要给大家去展示这些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没有链接哈。我也不知道在哪买哈，我现在这个大家也不用截图，这个发链接，嗯，这些网页也不要把我打到主页面上去卖这些东西啊。这的时候就这样滚一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啊，我快干饿了。哎，好困啊！我去，好困，哇，好烫！哇，它里面是烫的，嗯，口水流没有流出来。哇，好烫！嗯，好烫。嗯，我带这个灵魂提取器，这样就灵魂就飘着。哎，又来了！别来了！啊嘟嘟啊嘟嘟啊嘟嘟嘟。哇，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等一下，嘟嘟嘟，我打什么？啊，嘟嘟，小心，哎呦！大满足。